台北市私立复兴实验高级中学一百一十一学年度母亲节庆祝大会，大会开始。校长致辞。最后，我要祝福所有全天下的爸爸妈妈，不仅是妈妈，爸爸也是一样。在这个节日里头，大家都平安健康，谢谢大家。 市长致辞。再一次的祝福所有母亲们健康平安，母亲节快乐！也祝福我们所有的复兴人健康平安，一切顺利。谢谢大家，谢谢。 Thank you.